进来啦。哦，可派的博士。哎，人物塑造的还不错哎，果然是跟广告看到是一样的。这边有日本语，还有中文，还有 English。军队与僵尸，我现在要干嘛？新手教学没有出现，凡事我只能靠自己的。他放着他自己开关，然后我强化英雄嘛，多半都是这样。好，我活在我自己的想象当中。回归是什么？是指重生啊？哦，我刚刚怎么好像按到了一个跳啊？刚刚那应该是评分系统嘛，幸好我跳掉了。好啦，已经第五关了，可以用两倍加速了。哇，这加速，哇，打出伤害，打出爽度，打出 combo， 刚刚打出了93 combo 哎。然后它有分为就是英雄的强化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就是右边的单位强化，这两边都是要额外去进行强化的啦。我们强化哪一只好？哇，我都没办法强化哎，为什么？我缺了一些素材啊。那我先强化英雄吗？这为什么不能强化？财货不足，是因为我没有碎片还是怎样？啊，我没有武器啦，靠腰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我只能强化英雄了，把我的这次强化。上方有任务，跑任务 ，BOSS 出现了，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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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边右边左边右边，我从中间来，你看那个僵尸，左右左右，哇，这个僵尸有节奏感，难道他是音乐家？我是艺术家，他是音乐家。派兵，打开，缩短时间，咚咚咚咚咚，开箱子啦！箱子开出来啦！啊，靠！哇，少放一个，我们听一下打击感好不好？音乐部分我就先关了。嘣嘣嘣嘣嘣嘣嘣。Mission successful。我反而听到妹子的声音呢。哦，穿戴，我可以穿戴这个辣椒，穿戴。哦，我穿这个。他会把辣椒带出来吗？哎、欸，好像没有啊，他没有带辣椒，他没有带辣椒出来。我这样打起来很爽哎、欸，有看到吗？好凶哦！立刻完成，要300多钻石啊、哦！好啦，我有的是钻石，我土豪哎、欸，我土豪在。还在 care 这十几秒吗？不是、啊，十几分钟吗？僵尸兵，我僵尸兵变强了。哎、欸，是不是都少？啊、哦！好样的，有少。好啦，我现在有5只啊，虽然不是妹子啊，你看，哦，人类与僵尸合作的，这是爱情的力量，完美的爱情，完整的爱情，建筑在双方。我痛哭流涕。
Mission successful. 这是研究所，它需要用红钻嘛来进行研究的。哎，可以研究的啊，研究。主要是我的单位啦，我单位是不是不能用抽的？去广告有，还有一些什么礼包的，初学者，哎，还算是挺便宜的嘛。角色产品，买了，我看到妹子就买了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好，我买到了一个了，这叫盲目的消费啊！睡啦，妹子出现了哈，这是我亲密爱人。把这个男生拿掉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他没有戴头盔，不安全。这一关打掉了以后，我的妹子就出现了。妹子来了，我的游戏中老婆妹子来了。有一个宝箱可以开诶，要开吗？诶，对了，他没有什么开服奖励啊。那妹子根本没办法打啊，我输出太强了啊。你看他只能站在那边看而已啊。哇哩嘞。Mission successful. 这里还有900钻可以买这两。哦哦哦。紫色5400个钻石诶。这边还可以买装备啊。哇，我连200钻都没有，买个戒指都不能买啊。开启捷运，捷运系统开启啦，妹子，啊，这边就没有英雄了，只能靠单位来打。哇，好厉害哦，哦，好凶哦，整体做的还不错这款游戏，哦，颇有水准的啊，啊，200的，你知道200以后我要干嘛吗？我要买个戒指，买个戒指。高端玩家都是会买戒指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可以装备吧。买个戒指给他，跟妹子求婚用的。是大家都有那个戒指哦？啊，没有嘛。这戒指是不是刚好是他的啊？高级首饰。强化，强化，强化，把爱都给妹子啊！哇，我真是心好难忍啦，被你们知道了，不好意思啊。I'm sorry。这样我就破产了，其实没有什么开服奖励，有点可惜哦。那钻石的部分是不是只能慢慢存，看广告存？只看广告存了啊，这样子要存到5400，买高等的，是不是要开一个月？5400。Mission successful。那就要出纸啊。200多块就有那只了，你看才200多台币给了5900多钻了，我靠，那这样应该不用存一个月啦，就算你不花钱跟几天吧，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整体这一款做的相当棒哦，我个人是觉得相当棒了，至少它给我很多惊喜感，韩系无限推关新产品，欢迎各位好好品尝。本次影片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